就这样登门拜访，会不会太唐突？今天真是多谢你了，明天来家里吃饭吧。昨天一激动就答应了，现在身体完全动不了，已经站了10分钟了，再不敲门邻居要报警了，怎么办？副总裁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怎么不敲门呢？也就刚到，正准备敲门呢，你就开了。别坐着了，快进来这儿。哎，那个妈，副总裁来了。好嘞，菜上齐了。副总裁，你别这么拘谨。来来来，今天就陪阿姨喝一点。男人不能说不行。妈，你干嘛了？这样不好了。可以。哦，看看，你们副总裁都说了，来。这些年，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，受尽欺负。橘子遇到你是他的福分，今后我就叫橘子，托付给你了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阿姨，干了。副总裁，这么喝会醉的。爽快。阿姨，您放心好了。橘子，从此之后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到欺负。你副总裁愿不愿意和我？副总裁。妈，看你做的好事了。先把副总裁搬到你床上去，我去给他熬点醒酒汤。我床上。